沙台湾，这波的加文是美丽之岛的意思。位置宽太平洋海线，也就是地震区的西边。因为地震落地运动不断进行，现在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景观。福尔摩沙四季分明，包含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气候。差不多有18400多种的野生生物栖息在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也就是濒临绝种的生物。在这其中，有虎鲷、福尔摩沙山羊、福尔摩沙猕猴、福尔摩沙乌熊、花鸡、鸡鸡、石山草林等等。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致雕刻寺庙。福尔摩沙的文化多彩多姿，来自无同款背景甲地区的人汇集此地，亲像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的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以及远近的中国大陆移民，都对福尔摩沙的发展贡献真多。客家文化、台湾本土的文化和中国大陆文化，并发生一个丰富又多元的文化和社会。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语言，福尔摩沙样样皆全。福尔摩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牧上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仔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伫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傅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彼时起，青海牧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九万的真理对顺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光跟音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牧上师慈悲的礼文，分享给这个世界，该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除了分享伊的见解以及灵性的智慧，青海牧上师也在福尔摩沙各地支援赈灾活动，而且进行人道援助，发生自然灾害时阵，更加是全力救援。因为伊爱心典范甲高贵行为，咱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嘛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的活动，感动伊伊的信心，甲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心的渴望。青海牧上师祝愿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远见。2007年年初，青海牧上师回应着世界会会员圣地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差不多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一年旧历新年。今晚邀请您聆听青海牧上师让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梵文文字性的真理。2000年5月初五，公地福尔摩沙桃园。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嘉义同修
修行心得的分享。师父，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大家好。今仔我真正的荣幸，有这个机会，起来大家报告我熟悉观音法门，甲一寡体验的代志，予大家知影。我是一个真铁气，伊个爱食肉的人，尤其若无予我亲目睭看到的代志，我绝对唔相信。我有一个念想，有一天摕一本书的册，即刻开有资料，叫我讲这本网看卖，讲这本册写了袂歹。结果我将这本册拍开一个看，上起头的感觉让我惊一个。因为过去我拢真频繁看册的人，那一个看，予我看到这么舒服、这么爽快，内面写的阁这么有道理。上解兴趣的，就是伊有写到一挂奇妙的问题，对我这种铁气的人，对我上介意。伊讲，咱人有这个灵魂的存在，啊，讲咱灵魂是带一个智慧的。为着这句话，害我想两暝拢无困。到尾啊，到第二暝，我安尼想，这个主人向阳忽然间怎开开呢？哦，我错一个，规个看到安尼金闪闪的物件。好、哦，迄个时阵，安那欢喜甲唔知影，无法度用咱这世间的语言来形容。同一时间，我阁发觉讲。那这么奇怪，我明明都叫阮太太咧睏，是安怎伊会喘气的声音会伫我的耳边？当当我开始感觉作怀疑的时阵，敢若有一片的窗帘，我将这个金金的物件一直盖起来，一直盖起来。迄个时阵，我若惊一个，赶紧精神，哎呦！真加在呢，阮太太阁困伫我的边仔了。这个时阵，我才去体会讲，人确实有灵魂的存在，嘛是有天堂的存在。为着两暝无困这个体验，我第隔顿工起来，就把我的太太叫来面头前，讲我今仔日要甲你讲一件代志，互你足欢喜。伊就啊讲，啊是虾米代志啦？讲甲遮尔紧张。我啊讲，我今仔日开始要结婚啊！哦，伊就一直头我拍扑啊。我啊讲，还阁有，嘛要戒酒啊，伊阁较欢喜。煞来要阁戒酒，伊就啊开始起怀疑啦。我啊讲，真正的，绝对无在你骗。了后我阁讲，兼要戒食素食，伊就啊惊一个啦。我啊，伊讲伊头啊讲，伊袂晓煮啦。我讲不要紧，若袂晓煮，我才来煮。结果咧，拄着看着书这本册，将我改变一个人，让我变这么乖。煞咧，阮太太嘛感觉师父的伟大，伊嘛自我开始煮素食给我吃。搁煞咧，对我交师父印心，即阵拢两个拢咧修观音法门，啊无体验的代志。一大堆，一时要讲真正讲不完。最后，祝大家平安快乐，早日开悟，谢谢。好，那我们现在下面，我们继续请师姐为我们分享她的修行体验，谢谢。师父。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晚安。我想与各位分享这些年来与师父发生的小故事。我是1993年医院应心的。以前高中时念的是天主教的高中，学校的修女曾教我们打坐。当时我曾去过天国美丽的花园。应心时
我抱着期待的心情，盼望能见到敬爱的耶稣，结果没有，却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一张庄严的大脸。释迦牟尼佛与上帝实在是同一体，在阴心时体验的刹那，不仅打开了我的心结，而且觉得上帝好幽默，还心想怎么会这样呢，不禁在心里大笑了起来。1996年4月，有一天中午下课以后，我骑着我那台粉红色贴满师父法像和标语的小跑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小客车撞上了，撞击声之大，连附近的商店的人呢都跑出来看。只见我从地上爬起来，检查脚踏车，感谢师父，我人车毫发未伤。相信师父，相信观音法门，师父保护的力量24小时都在，在紧急危难的时候，自然会显现出来。不论我的灵魂、生命中的大事，或者是生活上微小的细节，师父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相信2000年前的耶稣已经化身在我的面前，照顾我这只迷失的羔羊。我是何等的幸运啊！我敬爱耶稣，我敬爱师父，敬爱天上的父，感谢天主，感谢师父。我想我们继续请台南同修合唱团为大家演唱修行创作歌曲《提地眼清天顶的心》。同修合唱团为我们演唱这首《提地眼清》，第二首他将为我们带来《思念彼岸》。Thank you.
继续请玉山宝光圣堂圣乐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奏，感恩。感谢圣乐团精彩的演出，请大家再给予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各位来宾，青海无上师已莅临会场，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请师父为我们开示。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我们首先眼睛闭起来，诚心为了大陆和台湾跟世界和平祷告一回。谢谢，求佛保佑我们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舒服吗？舒服。好吗？好。谢谢，谢谢，这么多佛来看我。看我，既然大家还不了解自己是佛，我看你们都是佛，因为我们同一体，我们都一样。我们像每一滴水在大海里面，既然每一滴都是特别的，每一滴都是个人的，不过每一滴也是大海，所以我们不是陌生的人，而且有时候我有听说大家都说师父回国了，他好久出国了，现在又回国了，我就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昨天看，好像看到一点点电视报道，他说什么静海嬷嬷了，回国了，我听也好感动，听也好感动。好像大家把握很接受，很接受像自己的人一样。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同一体的话，真正也要知道的，不是说听说，或是不是说感觉到，而且要真正知道。要真正知道的话，不难。我们佛家就说放下屠刀，立刻成佛。不是说我们应该等到放下屠刀才可以成佛，我们不用，我们 只要反过来反闻闻自心，马上就会看到自己的佛性。我们看经典很多都知道反闻闻自心，就不知道怎么反闻，为什么要反闻？那为什么不说反看，我是反摸，我是反感觉，而且反闻。因为真正的我们可以闻到，闻到不是说用耳朵闻的，而且用自己的内心，真正也可以闻自心。
为什么说文呢？因为会有音乐，会有佛经，会有佛法，会有内在的天上的一种像音乐一样那么美丽。就是这种音乐，我们不需要外表的乐琴，像各位刚才有欣赏我们同修还有音乐家一起合奏合唱，这个外表的音乐我们应该用乐琴才能够弄出来声音。就是那边当我们闻到自己内心的时候，就不用乐琴，而且声音更美丽更奥妙，然后让我们的灵魂就飘飘飘飘高兴快乐回来本土，像佛土或是天堂。所以佛祖才说要梵文文自心。我们的自心不是说一颗心，也不是说一种什么品质，就是一种自由自在，非常有智慧，非常高贵，非常伟大，整个宇宙都可以包含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做这样子看起来像凡夫的人一样，就是我们眼睛一闭起来知道在哪里闻佛心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闻到这个佛心。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我们都有佛心，而耶稣也说天堂是在你那边，是上帝住在我们这个寺庙里面。既然我们都是这样子听说，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这种体验的话，我们生活还是马马虎虎这样子过去，没有改变，没有更增加的智慧，没有更增加的能力，没有可以想到很多奥妙的办法可以处理我们家庭的还有社会的四周围的很多种种的问题。在圣经有说我们先找到天国，然后所有东西都会来给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说我们找到佛性了以后，即使我们的凡夫的生活也会更增加快乐更成功，连那个物质的方面也会更信任。不是因为我们找佛心为了要生活舒服，不过我们也会很舒服很快乐，因为佛心找到了以后，任何所有的都照亮我们的以前所有忘记的才华，我们的已经睡眠的那种智慧，我们好久不知道有的能力，通通全部都会跟佛心一起起来，一起发展，我们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因为从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人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人了。在我们进去这个身体以后，我们才说我们是人。我们还没有进去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是谁呢？然后我们出去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又是谁？这样子问一问就知道，我们本来就不是凡夫。就是因为进去这个肉体了以后，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所有的快乐的，我们所有的超越的能力都被忘记了。我们忘记
因为我们都是太忙看东看西，看所有的世界的变化，还有为天天生活生存必须要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体精神很疲倦，为了要生存，为了要有足够饭菜、足够衣服，这个不是我们来这边真正的目的。不过，这个世界既然是幻想，不过它很厉害，它可以把我们全部的精神、体力、注意力抓住在这里，连我们本来就是佛，能让我们通通一干二净忘记。既然我们天天有看佛经，说我们都有佛心，我们释迦牟尼佛有说他跟我们平等，他是佛已经成了，我们是当来的佛可以成。他也说所有众生跟他一样有佛心，为什么不知道？他自己也问自己，因为这个魔王，这个世界的幻想真的太奥妙了，让我们完全一点点都不记得我们是谁，不记得天堂的家乡，不记得佛土。不过我们要记得的话还好，很简单。我常常讲过了，这么简单，跟这只手翻过来而已，不是跟从前面往到后面靠，这样子这么简单。简单不过不简单，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往外面看，然后习惯，所以很难能够相信我们是佛，然后听说是天堂、佛土、佛在心、上帝在内，不过听说是听说而已，明天还是一样匆匆忙忙过一个凡夫的生活。既然过这样也好，不过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带路，不知道去哪里，灵魂也是很痛苦。在世的时候太匆匆忙忙，为了身体浪费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神和体力，没有一个理想，没有那个补充的能量，所以身体精神也是很痛苦。不是说我们要过一个普通的简单的生活也不好，好，不过我们不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而已就够好了，因为我们太痛苦，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的话，不管做什么，不管拥有多少，不会完全快乐，不会永恒觉得满足，就是因为我们把假弄成真的，我们把这个幻想的世界当成一个唯一的、一个不可没有的世界，然后我们依靠它，我们跟着它走，随它的那个要求，我们身体精神很疲倦，也装不了什么多少，即使为了身体也有时候不够，因为我们做事比较颠倒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开车的话就应该知道钥匙在哪里开，然后加油在哪里，刹车的在哪里，不然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退车或是找几个人在后面一直退，
即使他有跑跑一点点，不过不大好，大家都很累。如果知道转一个钥匙加一个油，他就冲几十公里一个小时了。我们本来是有很伟大的能力在那边，我今天来这边就要告诉各位，是各位多么伟大。我们是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跟上帝同一体的，我们不应该过了一个像很痛苦的、很倔小的、很不满足的生活。即使我们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继续工作，继续负家庭、国家的责任，不过我们还是要再发现到我们这个最大的能力在里面，然后把它出来服务这个世界。即使用服务这个世界也更好，不是说为了自己成佛，自己天天上涅槃快乐一个人而已。而且这个我们伟大的能力，我们佛心，我们那个内在的上帝的能力，也会帮助我们世界，帮助国家，帮助家庭的问题等等。因为我们不用它，所以我们做事很困难，解决问题都是用头脑的，没有用真正的主人。如果大家都找到自己天堂在内的话，我们世界早就是变成涅槃了，根本不会有战争，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病痛痛苦的方面。我因为自己抓到了，抓到那个他抢起来那个那边那个所谓的佛性，自己知道抓到了以后多快乐多利益，所以不管路途遥远回来告诉大家，不是说有什么别的目的。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了，主要就各位有一点点时间，那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们，而且根本不需要替我们做什么，就是替自己做而已。天天找时间再跑回去涅槃或是天堂那边看看，拿出来一些能量，拿出来一些智慧，然后回去这个身体，用在经济、朋友、国家、世界那方面，就帮助世界，帮助自己。而且我们五代、七代、九代等等，都有会了我们这个能力。会通通超生，这个一定是这样子。我在还没应心以前，听到那个五六七代超生，我就马上就冲，我说我一定要，不管我能不能成佛，如果七八代超生，我就为他们而修行的。这种孝顺的方法，我们如果不修也是算亏欠祖宗。不过因为他听起来太好了，所以我们当然有时候不会觉得这么有这种办法吗？当然有啊，当然有啊，我们从哪里来当然可以回哪里去啊，怎么不可能呢？你如果有一个房子，你从那个家跑出来去台北看看，我是来这边体育馆听经，等一下能不能回去啊？能吗？啊，
知道路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哎，既然忘记路也没关系，有人带路，有计程车可以知道，不是有别人知道路可以代替我们。上我来这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路嘛，就找计程车啊，他常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知道很清楚，几百块就到了。我们回去佛土连一毛也不要花，因为在这里，马上在这里。禅宗都有说，天堂跟世界隔开那么一根头发而已，就差别了，因为是真正的是这样子，我们一往外面，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外面做什么，要玩什么，想什么，快乐什么，痛苦什么。我们一往那面，我们就在天堂，在涅槃里了，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因为大家都忘记了，好久没有弄了。从小就从天堂下来，然后长大了，然后匆匆忙忙被这个世界绑住太紧了，忙了太多了，所以没办法记得。如果记得的话，就马上可以知道了。天堂世界，天堂世界，就这样，很快。注意力反过来，梵文文字心，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佛性。佛性不是说像有一种东西，有一个什么我们可以摸可以抓，就是我们自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这种品质。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来这个世界为了要烦躁，要自己在帮助世界，再把宇宙弄多样出来，不然我们整天在涅槃也没什么多事干。所以来这边玩一玩，不过玩太多忘记回家也不好，时间到了要准备回家，准备回家要坐车，要找车等等，车子已经找好了，要上车就走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空要记得自己是佛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明这很快。有一些人要完成了解自己的内心，要完成放下世界，就想完全回家，很快的回家，这个是要学，要打坐久一点，要天天打坐久一点，要学习详细一点，那个要留下来一两个小时，我们才全部说出来。说出来了以后，各位都每天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啊，不需要我再来了。不过如果刚开始还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在那边跟我说，我在那边也会帮助。开始的时候，如果在那边还怕不够，就可以写信。问几个问题，就刚开始的时候而已，后来自己走了，不用老师，因为我们都是佛的，没有人能教我们什么。佛心自己出来了以后，上帝那边起来的时候，他自己会了解，没有人是他的老师，他是本人的，他是佛的，他是上帝的。硬性的就五六级带超生，那个阿海他不是肉体了，他不是我这个我了，他就是上帝那边的佛性的，都是你们本人的老师。谢谢。
请问青海无上师，您的上帝与耶稣的上帝是否同一人或另有其人？我们只有一个上帝， OK， 一位造化，我们叫他佛心，而是上帝，而是天堂的父亲，通通都一样。我不可能跟耶稣有不同的上帝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体嘛，我们就同一个地方来。何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们开悟的时候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不开悟，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情况，我们就会怪上帝不懂。我们一直祷告，我们没有听到他回答，我们认为上帝不理我们。事实上，他都会指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智慧眼，没有听到他讲，所以才要开悟，所以才说先找内在的天国，然后所有东西都会来找你。什么是天国乐园啊？那个开悟了以后就知道。现在眼睛闭起来，如果能够集中的话，就也会感觉到天国的快乐。你能够集中多少，你就快乐多少；你能够集中多少，你就看到天堂多少，就看自己集中的能力。亲爱的师父您好，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悲观否定的人，对于生活没有安全感，对于自己悲观的个性我总是改不来。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之后一切都会改变的吗？一定一定，我答应。请问师父，如何才能明心见性与修成无我？出去外面报名音信。师父，我觉得我与太太的个性不太合适，要如何让两个人都过得快乐舒舒服服的生活？因为彼此想要的感觉和东西都不一样。啊，麻烦麻烦，哎呀，就是这样子啦。我们本来啊，本心都一样。多数的我们的同修以前哈，夫妻有时候也不会很那个同意，就是以后他们修行了以后，他们感觉的，因为佛心散开嘛，两个都一样，越来越有智慧，就找回来自己的智慧，所以另一个想什么，另外一个就马上就懂了，就不用语言那么多，就不用解释那么多，那自然就会合在一起。所以圣经已经讲过了嘛，先找天地，然后什么都行的。亲爱的青海师父晚安，非常高兴您再度回到台湾，这是福尔摩沙全体国民的荣幸与福报，在此向大师您说声谢谢。谢谢。我很渴望印心，但有个问题，每天必须打坐两个半小时，我又不曾打坐，不知是否能做到，若没做到是否会有后遗症？不会啦，那个又不是病，又不是药，什么有后遗症？你尽量嘛，意思说尽量，最好就是两个半小时，如果不行的话慢慢来，比方说今天打坐20分钟，明天就21，后天22，三天是25，慢慢来会加上去。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阴性的有，我们有时候站不起来的，喜欢坐在那边，不要去哪里的，坐得很轻的，入定的时候不想起来了，别怕，请问无上师，解脱比轮回快乐吗？为什么？听说到过天上去的人就不太想要回来人间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比这边快乐自在。你要想去看某些人，看哪一个佛图，一想就到了。这边我们要搭公车，要搭计程车，要开车，堵塞，然后堵气一大堆的，
两三个小时才到我们要到的地方，然后这边即使有漂亮的花，明天就谢了，明天就谢了。我们今天就漂亮年轻，明年就老了丑了，牙齿不见了啊，不一样。上面永久都快乐年轻漂亮，要什么一想就有，去哪里一想得到等等，谁不要嘛？谁要来这个地方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还赚几千块而已，有时候还不够照顾自己家庭和生活，谁要来这个地方啊？即使我们同修我们修行的人啊，打坐有时候打坐每天一两个小时而已，打坐的时候就上天堂去嘛，上那种快乐的境界，留这个身体在这边，上面都很快乐，不想回来啊，就是因为还有经济、朋友、家庭，所以还有责任啊，那就回来照顾。只有一两个小时一天而已，还不想回来，何况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永久不用回来，谁想回来呢？请问青海五上师，您的法门和奥修的法门是同样的吗？如果任何的法门能够帮你们找自己的佛性的话，是同样的；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同样。很多法门讲不完了。敬爱的吴上师您好，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您才好，因为听人说最近几年来地球本来会发生的几场战争大都被吴上师的大爱心给化解开来了，那西元2000年前后地球本来会有的大灾难也被吴上师的大爱力给化解掉了，就这样大化小小化无，安全过关2000年。谢谢。不需要了。请问青海无上，我自己上面有诺贝尔奖了，下面不用。请问青海无上师，听人说有好几位基督教牧师、天主教修士、一贯道点传师、堂主以及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都来跟您印心了，这是真的吗？各宗教可以合一而不吵架吗？真的，真的是这样，不过不是说每一个人啊。Okay. 请问吴上师，一贯道的信徒可以来跟师父印心吗？印心后我的灵魂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吗？济公老师也是我的大恩师，他会答应我来跟吴上师印心吗？他会祝福我吗？还是会生气处罚我呢？哪一种佛嘛生气？他是佛又不是凡夫又生气？他已经走了嘛，现在他交代我做这个责任了，你要学当然来跟师父学啊。等一下上打坐的时候会看到他，看到他的时候就可以问。最敬爱的师父您好，我们还没有印心，但是自从好友送我们师父的相片后，每当家中大小发生困难时，师父都会化身来救我们。还没有印心，师父就会来救，那我们还需要印心吗？假如我们一辈子都不吃素，印心师父您还会爱我们吗？会，不过最好要自己吃素，自己打坐修行，变成自己的老师，也可以带领别人学习解脱。请问青海无上师，爱心可以化解人类的仇恨和战争吗？可以，可以。未来的世界会和平吗？会。天堂有战争吗？既然已经说天堂了，怎么还会有战争？要修行到什么等级才会不想发动战争攻打别人呢？要修行的人呢，本来就不会攻打别人了。
你马上就开始了。就是我们因为世界不够人修行才有战争，修行的人不会想打仗的。问无上师，佛菩萨、耶稣基督等人为什么有救苦救难的能力？这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为何一般人没有？我们有啊，有啊，刚才讲过了，你们有往内心每天找就可以救苦救难，跟佛祖一样。请问无上师，何谓爱海？爱海的力量有多大？爱海在哪里？要修行到什么程度才能体会到爱海的感觉？人间有爱海吗？爱海是在你那边的，一修一点点已经马上就可以感觉了。然后去哪里人就会喜爱你，因为你那个爱海就打开。请问青海无上师，为何大部分宗教都叫人不能自杀？自杀后灵魂会到哪里去呢？心里痛苦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叫人不想自杀呢？我了解，我了解。我们痛苦的时候都会想逃离这个苦难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了解。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不用伤到自己的肉体，就是用心找内在自己的能力，然后会天天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也可以带来快乐给别人，那个时候 不想自杀了。请问师父，修行人中年丧偶，为生理上的需要再找异性同居而不结婚，这样有没有犯邪淫的罪？没关系啊，没关系，结婚是在心里嘛，不是说那块纸啊。如果对那个另外那一半忠心的疼爱的，还是跟结婚一样。邪淫就是说我们占人家便宜啊，不是占别的太太丈夫啊，没有他们同意啊，而是有这种比较对别人不尊重啊，为了身体那种欲望而占有，不是说为了互相疼爱，不是说为了互相尊重，那个时候就是说邪淫。即使你结婚也是算犯邪淫，如果不尊重丈夫太太的话。请问无上师，对于曾经严重伤害过我们的人该如何对待他们呢？也想忘记过去的伤痛，但是总是伤痛如影随形来拜访，我该如何忘记过去而且原谅他们呢？原谅他，原谅他，不能忘记也要原谅，等一下时间过了也会忘记。我们要多自己修行，自己改变自己内心，就可以影响别人，不用用暴力对待暴力。敬爱的师父您好，8年前我就在录音带中听到师父说我们要有爱心而吃素，小动物们才会高兴。我也很不愿意杀生吃肉，可是却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中西医师说警告我们不可以吃素，否则会营养不良，会失去健康，还会变成丑八怪。所以我很痛苦，不知道要选择爱心还是选择健康美丽。我们是很漂亮的，你看我们小姐那边漂亮，你们都是同修吗？是啊，你看他们多漂亮，没什么丑八怪啊，像仙女一样，越修行越漂亮，越年轻，我保证。这个看我们同修外面都知道啦，有一些人跟我异性15年啊，20年了，等好久不见回来看一模一样，没有长老的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很惊讶，我说是你吗？这么没有老啊。他说我打坐很乖啦。
弟子顶礼，请问青海无上师开示，这二十几年来，我虽然有些劣习，但期间我一直坚信佛法，但最后终被朋友嫉妒陷害。我忍受了一年多，搬了两次家，他们却如影随形，逼迫我，最后无路可走。去年年底，甚心顿起，憎恨的心顿起，并对佛发誓，生生世世永不再相信佛法，不入佛教，并发誓对其中两位害我的人做残酷的报复惩罚。若没一，誓言愿下地狱。请问我如果做了之后回归皈依上帝主耶稣基督，专心侍奉上帝，请问上帝会喜欢并赦免我的罪吗？你认为呢？会不会？ Yes， 是对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后来会皈依上帝，会当乖乖的信徒，为什么不从今天已经做了呢？为什么要先伤害人才做呢？那个人他伤害你，他很无名啊，比方说很无聊的人，很没有责任感才做的。现在你做跟他一样，那两个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生气他？所以我们原谅别人，上帝更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会原谅自己，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大丈夫、大君子、大红大亮的。不然的话，我们那个良心以后也会不安稳。既然上帝原谅我们，我们自己恐怕心情不安，最好过去就忘了，忘了，忘了是最好。OK， 继续修行以后，心情会快乐，什么人都原谅。耶稣基督，你看人家对他那么残暴，他还求上帝原谅他们，何况我们这么一点点，要忍耐好了。这个生命啊，只有一世，早晚我们也会离开这个身体，所以谁对我们怎么样，也是短暂。我们灵魂永久不会被伤害的，我们只有修行原谅别人，才是最好的报仇的方式。亲爱的青海师父，很幸福搭上今天的爱海之旅。43年来，我莫名的忧郁、害怕、恐惧，这些令我觉得干扰修行很严重，请问如何处理？您会像达摩祖师那样令人安心吗？谢谢您。看你啊，你要安心的话就要硬性。 OK， 亲爱的师父您好，请问您，既然佛如如不动，为何宇宙又会被创造？它如如不动，不过自然会创造的。有两个都一样，一个是如如不动，一个是创造的，是同一体的。比方说这个海，大大大的海，它的水本来就是水而已，它的水我们放哪里都很安静，是吗？不过因为有风啊，有地球全面啊，有太阳吸引力啊，所以它才有浪。那个浪也是大海，不过那个浪又把那个海弄不一样。同样，上帝佛心如如不动，就是那个佛心一对着不动了。不过在那个不动里面会有变动，因为宇宙就是这样。比方说我们开悟了以后，我们就会看什么都会有转动的。比方说这个桌子哈，这个桌子下面是木头嘛，我们看起来它是不动的，它站在那边不动的，不过它里面啊，什么都动在里面。我们看一块石头啊，看起来摸摸不动的，千变万化在里面。
你自己开智慧眼才看得到如如不动不过有动是怎么样的意思啊？讲话用语言不够说明。请问师父，您看到的佛陀是什么样子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谢谢您的回答。你要他是男，他就是男；要他是女，他是女。他不是像我们，是固定有一个性的。你要他有样子，他就有样子；你要他没有样子，他就没有样子。看我们的程度，比方说我们修行到第一个境界，哈，就我们看佛性里面像中午太阳，我们要修行更高了以后，看佛性更亮，比那个一千太阳还要亮，比方说这样子。然后我们有时候到比方说到第三个程度，佛会也是会化身就来跟一个人一样，或是跟耶稣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我们教育东西，也用我们自己本心的语言讲话，不是说用那个观音的那种应流讲话而已，他也可以用台语跟我们沟通。所以看我们的程度，佛就变怎么程度给我们看。请教师父，化身师父是什么？我可以在梦中梦见您吗？或是您以其他同修的形象出现在我身边，在危急的时候来帮助我们？都有，都有。有关天主教圣经《末世录》，作者洛望描述听到大水的声音，看到耶稣如发光的太阳，其中的光和音，是否是指作者洛望有修行观音法门的经验？是是是，我们现在也可以体验一样。请问可爱的青海无上师，将来中国大陆和台湾会不会像兄弟姐妹一般的友好呢？会不会共同携手寻访天堂爱海的圣境呢？并且大陆和台湾会互相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般完整且彻底的大爱吗？会。请问，不过大家要努力一点，两岸都要真正的诚信才可以。请问师父，什么是智慧？智慧与知识有何不同？智慧在我们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呢？智慧就是我们本心，知识就是我们自己学来的，从这个世界学来。智慧就本来就有，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用学，什么都会，那个是叫智慧。知识就是我们在外表要学，比方说要学英文就跟英文老师学，要学中文就跟中文老师学，要学开车等等就要跟不同的老师学，那个是知识。不过我们智慧本来什么都会，有智慧了以后学怎么学什么又更快。请问师父，刚才师父曾提到我们本来不是人，那么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人，那请问人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佛。亲爱的青海师父，好久不见，欢迎回到台湾。您刚刚有提到能量，请问您如何提升体内的正面能量，消弭负面能量？我们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主人的以后，就那个睡眠的能量会起来，然后我们佛定的能量就可以赢他了，我们可以赢佛定的能力。请问您在人世间，您觉得钱是否很重要？如何向天要钱，及如何谢天呢？啊，钱是很重要的，在这个世界没钱你就完了。不过钱没有那么重要，看我们自己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用在
帮助自己修行，帮助别人修行的话，那个时候钱才是真正的有用。除了我们要帮助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家庭的健康以外，钱没什么大用。在我们以前呢，我们黄金的时代，我们不用钱的，我们是用交换的。比方说我种马铃薯，你种麻辣，大家互相交换，大家都可以共同用的，然后每个人需要多少都拿出来用，没有今天这个钱。有钱了以后是比较困难，大家比较懒惰，就想去抢钱，然后去买东西，不想自己努力出来。不过钱如果我们用在好的地方，帮助慈悲的地方，是很有用。不是说很重要，就是因为世界已经走这个钱的那种系统嘛，所以我们不得不跟着走。请问师父，较文明的国家多半都已废除死刑，这和他们一向重视用爱的教育感化人民有关吗？然后死刑犯改过后是否也可以上天堂去玩呢？上帝会接受他吗？会会。大家还会爱他吗？可以可以。办死刑，因为有一些国家他有经验，比方说英国现在没有办死刑了，因为以前他有犯过几个冤枉的那个犯人，好几年以后才证明得到他是真正的太冤枉了。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杀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英国的政府都把那个执行的法律取消了，这也是很好的。其实英国的警察现在也不会杀人了，英国警察都没这样，所以英国有小案命啊，这是很好的榜样。感谢师父。定业不能转，修行可以转，请师父举例说明您以前的经验，谢谢。就是这样，我们有两种业障。业障就是意思说我们做什么行动它会有报应的意思，好心有好报啊。比方说这样，这是就叫业障。好的业障还是坏的业障，我们所有的做人呢都有两种业障。一种就是它存在所谓的仓库里面，等我们下一辈子来就给我们用。这次的所谓的业障就是叫定业，这叫昧业，还有这个叫定业。还有一种是叫共业，不过共业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业障，就是昧业就是在仓库里面等，定业就是在这个我们生活这辈子的生前的时候该做的该得的该受到的，那个是叫定业。这个是很难改，因为我们还没生出来以前已经全部通通都安排写下来该章好了，所以说定业不能改。不过我们修行观音法门的人也可以改，比方说我们这辈子应该被人家砍手的，那我们不能改的，不过我们在梦中可以被砍手，然后起来痛一痛就好了，不会真正的砍这个肉体的手，所以能改一点这样子，不是说不能痛痛全部换改，可以缩小放大一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哈。还有另外一个共业，就是我们共同的业障，比方说我们在这附近跟人家住在一起，或是跟台湾跟人家一起，我们除了自己个人的业障以外，还有跟国家共同分享国家的好坏的影响，那是叫共业。然后更大的就整个世界，如果整个世界有多人修行光亮满满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受到福报。如果整个世界的人心想很佛定，动作都很没有道德的话，我们自己本人也会受到那个黑暗的影响。
请问师父，耶稣基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唯有经过我才可得到永生，这和观音法门可得到解脱永生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不就是有两条路吗？我是基督徒，可以应心吗？只有一条路，一条路，所有的人指这条路，你就可以走了。不管是耶稣指这条路，或是释迦牟尼佛指这条路，或是某某人指这条路，只要指对的路，就是一条了。请问师父，修行中如果遇到幻听或幻觉，该如何应对处理呢？谢谢。幻想啊，应心的时候我会告诉很清楚。不过如果有人没应心的话，欢迎在家里自己随便打坐，只要记得那个时候要念佛，我是念耶稣基督，叫他们来帮忙。如果他们太忙的话，那找我，我也可以尽量帮忙。找我比较快了，因为我们是当地人，比较快。亲爱的师父，您对目前的科技发展，如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的突飞猛进，例如复制生物，将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是福还是祸？如果复制人就是 copy 基因啊、如果成功，有一天会有这个可能实现的吗？就看看各地方的政府咯，看他通不通过了。会了，会有可能了。不过有两种 copy， 一种是就像机器人一样，一种是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灵魂就是我们的，这个 copy 不起来哦。请问师父，什么叫佛性？为什么圣经上没有说？圣经就说天堂在内。一样。青海无上师，您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变得比较美丽了，为什么？修观音法门啊。谢谢，很高兴已经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够看到您回来台湾这里，很高兴看到你。我也很高兴。认为大家都忘记我了，结果没有。我也不会忘记台湾，我最喜欢台湾。师父晚安，请问积极地服务社会与认真的工作，可否得到最大的解脱与快乐，并进而得到内心最大的宁静？谢谢师父。你说他服务就是只有工作，做社会的工作，还有很认真的 work。当然当然，很好很好，那可是很有爱心啊，很得到人家赞叹。不过自己也要找自己的天堂，然后帮助别人更有效果，更有能力可以帮助更多人。师父您好，我觉得自己有严重的双重人格，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是堕落，我觉得这都是我，我很想改变不好的那一面，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如何改变呢？我们都有两面的，叫阴阳吗？我们是有那个 willpower， 有意志力，可以控制那个否定的方面。很简单，看到好事能做马上就做，知道是坏事能免马上就免，不管多少价格，知道坏就免了，这么简单。这样就可以控制自己了。请问师父，每日放松自己一段时间，包括放松意识，与师父的打坐有何不同？放松是精神会舒服了，不过打坐我们找佛性是不一样哦，知道自己本来面目是最伟大的
方法。请问师父，有时候梦境很快乐，有时候又很悲伤，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呀，人生是这样吗？就外面也是这样子，梦算什么？嗯，我们生活还是这样，有时候很快乐，有时候也很悲伤。我非常想印心，今天可以请师父帮我们印心吗？可以。恭祝师父我爱你。可以，谢谢。请问上师，布施与智慧是前者为重还是后者为重？智慧为重，不过布施能够的话是要做的，因为我们兄弟姐妹有时候需要我们帮帮一点忙，我们不能说成佛以后就不管。即使释迦牟尼佛他天天时时刻刻都有布施，他布施他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身体的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家庭的温暖快乐，他布施无上法。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也是一样。请问亲爱的师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可以只采用动物的细胞而不杀生的方式复制这些，例如复制羊或者是牛，如果吃复制羊跟复制牛的肉算不算杀生呢？最好哈，你们问那只羊啊就比较清楚。亲爱的师父，同性恋的人可以修观音法门吗？同性恋可以，可以是受上帝歧视的吗？当然任何都是上帝生出来的，同性恋的人他就是在那个男女中间嘛，像我们说 transit， 比方说我们有某某的品质、某某的能力就可以当女孩子，我们有某某的品质、某某能力就可以当男孩子。有一些人他这边有一点那边有一点，不完整这边也不完整那边，他在中间，那个时候他还没决定当男或是当女，或是还没足够当男也还没有足够当女，所以他就当中间啊，他也是人，任何的有人生都可以，都有佛性，所以我们都可以成佛，都可以修行。亲爱的青海无上师，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有一种让我无法形容出来的魅力，请您救我，我被魔鬼纠缠了十几年。没问题啦，自己修行救自己好吧。亲爱的师父您好，我是第一次来现场听师父开示，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不过自从吃素打坐半个小时后就好多了，可是有时看到您的化身，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奇怪东西，会感到害怕恐惧，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好的还是坏的？看到师父化身就好，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奇奇怪怪的，还不够干净。嗯，多修行，多修行。请问师父，我们人类被无知蒙骗了5000年，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无知的世界？请师父开示。要印心，简单。请问青海无上师，有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轮回说？如果有轮回，如果每个人都成佛不轮回，那么人口是不是还会增加呢？轮回是有啦，不过我们不用，本来做人呢就已经很高等了，就要继续上去，很小会下来。不过即使也继续上去，过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没有继续修行的话，也会停留在人那里，或是会去上阿修罗的地方停留很久很久。即使上了一等，不过要留起，留在那边没有什么大作用。所以是要修行开悟，然后赶快就冲了。没有多少人成佛，所以不怕人数增加。嗯，请问师父，圣经说我们出生就有原罪，请师父开示。原罪就是以前说了，背业了。嗯，
因为生生世世有时候做不对的东西，然后他会记录起来，我们来的时候就一起带来，这叫原罪。上师您好，目前有一本书《大限》，提及一个人修行到相当程度，可以看见宇宙万物未来的变化。从今年5月10号到公元2002年，这段期间是世界末日审判期。他指的这个，从今年2000年到西元2002年，这段期间是世界末日审判期。嗯，而且台湾岛会在这段期间内沉没，这是真的吗 ？No， 不对，他看时间差了。我们台湾的人这么好，哪会有什么事？ Okay. 嗯，最善良的。当来或福报是业障是在我们手上了、啊。大家如果有怀疑心的话，有恐怕心的话，就多往那边求佛、求上帝帮助。天天自己想上帝、想佛、想好事，替别人着想，替别人做好事，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福报可以撑过业障。万一他讲对的话，也可以突破。多能够施书的话，什么时候方便就多施书。要疼爱动物，要疼爱别人，要帮助隔壁，要帮助困难的人，要同一体，天天大家这样同一体，同一个理想的话，没什么事可以发生的。OK， 我们谢谢亲爱的青海无上师师父今天回到福尔摩沙来为我们做如此精彩的开示，请大家再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同修会替台湾祷告 ，OK， 大家安心，不会有事，不会有事。